肢体也很棒。王小姐好，謝謝哦，唱得真好哎，肢体啊，节奏感啊，转音啊，对，波及的拜啦。那你要唱什么歌来挑战？唱一个中国风的《青花瓷》。青花瓷，欢迎哲伟。天青色的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海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传世的青花瓷，自古自美丽，你眼带笑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古自美丽，你眼带笑意。好听，刚刚呢，这个王妹妹得到的灯是全亮哦，满分哦，50个灯，哦，哲伟的灯是只有43个灯，我们来看看他的总分是40 60 80 86 87，哎呦。89分，90，他还有啊，91分。你怎么那么棒啊？目前最高分呢，怎么那么厉害啊？哇，难看了，难看了，哲伟哥哥难看喽。我们来看看哲伟今天的总分是40 70 80 85 86 87，喂喂，87分，谢谢老师。嗯，好，哥哥哦，我们来听听薛中明老师讲评。哦，其实祥如小妹妹唱得非常棒，我觉得她在副歌那地方高音完全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哦，我前面听过来，本来以为小孩子要唱一个蛮有深度的那个大人的歌曲会被诠释的不太好，你让我是完全改变这个观感了，谢谢老师。希望你能够保持这样唱歌的心态上去出发，我觉得会很好，很棒，真的是我听到非常非常好听的一次。因为真的要保持好，不然你看就会变成像他们这样哦。PK 成功啦，那哲伟先到暂时淘汰去做一下好吗？谢谢，谢谢王妹妹，谢谢。接着下来来挑战的这位朋友应该不是这个空间的朋友，欢迎 Waterman。 歌坛最神秘男踢馆强袭登场，你想我